搞合作吼，伊我接到公司的电话，讲要甲输入合作，哎，输入，哎，这间公司嘛三四年啊，从来冇敲电话我呢，啊，我嘛无伊的电话。对啊，我们互相都没有电话。对呀，人家怎么打啊？对啊，哎，我嘛唔知伊的个性是安那，要跟我合作，哎，佮安那我嘛是伊的师兄呢，啊，他的电话给他派钱嘛，都没有，还是我自己，我都一直等，等到我较急性吼，我挡袂掉，我转去个公司讨电话。他要靠伊啊！那你打给他怎么讲？我会输入啊！啊，你今麦是安怎？你咱两个要对唱，阿弟阿母卡电话我。阿弟阿母，不好意思。拍摄啥？很拍摄，咱都唔是一款的，唔是咱从你遐大明星，我靠！对啦，应该是主动互相啊，大家联系啊，也较熟。你啊，恭喜你会比较有默契。我是想要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就会碰到啊，对啊，然后用电话讲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先我们这个刚刚已经煎过了，对，啊也经过处理，对，我们再下去给他。有夹起来呢，夹起来不要卡收诶。雅姐好像很会做料理哈，因为我厝在板凳啊，你板凳啊，知啊，真正有影真牛。阿姐，那你要不一边做料理一边唱歌？唱歌？哎，恁两个有什么关联合唱？那双人枕头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双人枕头若无你，夜的孤单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放豆腐。啊，放先放水好了。换你的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生命的温泉，也是我灵魂的一半。为着你，什么艰苦我嘛不惊。为着你，千斤万斤我嘛敢担。啥人会替代替你？诶，咱即摆有翕一个，爱有翕一个。哎，你拢是唱啊，放啊，我唱，我真无用的呢。蛮好充实哦，好，真是实力派，也唱不下呢。好，反正那两个合唱就是，拢唱歌技巧很 OK， 然后多磨合几次，就会唱出你们的 feel。对对对，啊，我因为。大家吃吼，啊，看到真了侪吃，你讲都去想夜市啊。好啊，系啊，有你的经验。嘿，搬到两人组吼，啊，未出道，啊，我们是民国1991年8月16号出道，就是当初就是咱高雄火车站搬迁的主题曲。啊，我当时讲哇，两个新人会当啊唱这个，嘿，真了大活动的主题曲吼，应该会啊演艺事业会很顺利。结果啊发片了后吼，公司就请。当初是一撮大牌的宣传搞阮撮，结果哎，等等一个礼拜过了，哎，两个礼拜过了，一个通告都没有。啊？为什么？阿妹啊，阮就问讲宣传讲，阿贤娜那怎么都没有通告？伊就讲，阿新人哦，恁两个查甫哦，无过盖烟斗，对，不好上通告。伊讲恁两个生做就歹看到，啊，唱歌大家蛮像唱啊咧，就类似这样，我们听了也很难过。啊，很难过。对，那我就想到说，那我小时候在雅琪亚，八卦贵，比如说啊，冰冰姐。哦，啊，二姐，啊，洪龙洪大哥，他们早去宣传，嘿，早起咧走亚旗啊，我早起咧三林埔，我到三林埔捌看到，我讲，我再甲公司建议，讲，哎，好像这十几年哦，拢无人伫咧走亚旗啊，那你可以去跑夜市，对，我结果我们第一站就到六合夜市，玲姐，你敢知呀？一间唱片行，一天来卖10台，哎，其实说真的也蛮难的呢，哦，何况现在电脑资讯这么方便，登录下来。出这个唱片现在也很难卖。我在六合夜市哈，第一天就卖了差不多有160几张。哇！我惊起来，怎么成绩这么好？而且哦，六合夜市都是联合国，比如说哦，日本人来，我都看一团的日本人来，我看哦一团哦，还在跳舞。啊，只要是旋律，这应该这转世感都很通的。你安那三团？我老公，啊，我凭自己的感觉讲，哎，刚才把鬼谷啊理记了哦，就我说哎。米拉桑空邦哇，哇达西哇，台湾 super star 的半桌二人组，肉肉有的是苦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自我介绍多多指教，哎，我就看那一堆日本人全部都定住就在看我，我说啊，哇达西哇，
介绍一首很好听的歌，你们听不懂台语没关系，你们听我的旋律就好了。那这用台语讲，我蛮其实我也不晓得，对对。结果一唱完哦，哎，规团大柜员几乎都有买的，几乎都有买。我干嘛哦？音乐这种东西是无国界，人类外劳来，很多外劳来，他们可能就会一点点啊中文。哇，阿林听不懂，给你为什么被背啊呢？你说没有，我就是喜欢你们两个，啊，你们的声音旋律很好听。好，那今晚呢也塞啊。好，尝一下胡椒。好，来白胡椒，需要抹油吗？啊，不用不用。好，今晚给我瘦个搭，好不好？可以的。好，起锅之前关火。好，好那个。好的，黑的个辣椒，辣椒，辣椒，对，淡薄配色。哦，配，我想吃那个肯定好，我今天为人较唔敢食香。安尼吼，好，好，好，来。哇，看起来好下饭哦。对，这个很下饭，很好吃。赞的。伴奏阿杰夜市叫卖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听音乐上盖好，囡仔会跳，啊，我老阿祖，你甲听看卖。我安那到了。你是我。我爱安娜达，好，你讲啊咧，好来一张发车啊，不一定要买一张呢，一张300，两张600，啊，1000块哦。